小司机车祝大家新年快乐。ご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，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。今天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尾牙时间，但这次办的蛮早的，差不多在12月。今天是12月26号，办超早的，因为我们这次还有那个交换礼物，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准备一个礼物，所以待会试来办的时候，应该会举办那个交换礼物的活动。圣诞节，好了，肚子好饿哦。反正就先这样，我们等一下去看一下有什么菜可以吃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就带大家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Go。好了，欢迎来到一年一度的赌王慈善扑克大赛，开个三。好，那个交换礼物，当然，这谁那么小气啊？哪一个那么小的？阿星啊！来来，你先过来，你先过来，来，等一下会在你面前把这礼物抽出来，把它打开。阿星，来抽一个，抽一个冤大头。来，冤这个冤大头是阿姐。阿姐，来，哎，阿美，你不能走，在你面前。就要拆下这个丢脸的东西，我看看你们会拿出什么鬼东西来。我知道耳机啦，壁纸的耳机啦。来，阿杰，这是你的礼物嘛？哈，啊，你抽出下一个人，这谁？我看，宋翔啦。哎，我看菜鸟抽菜鸟，哇，小玉吉凶了哈。来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苏菲超熟睡内裤型，抽给需要的人好不好？谁需要苏菲呢？酷酷。啊，蛮适合的哎，喂，来，真会抽，哎，念一次，苏菲超熟睡内裤型，对，对对对，来，我找一下恋情款，来，不用啦，是拿的啦，我好会抽，这只能讲实用而已，该不会是阿妈内裤吧？哎，这是什么？毛毯，法兰也不错哎，毛毯呐，舒服哎，不错，夜用型的，夜用型的。好啦，夜用型的，不是，别卖。你的奖品是什么？来哦，来哦，这个正正方方的哦，来收。市话，这是苦瓜的心意哈。最近身体还好吗？还可以。啊，唱吧，看来是那种人生机之类。啊，筋膜枪啊，对不对？你是赞，来啊，请抽。上厨有一个 TV 呢，逸轩。哎，什么东东？看起来很废，完蛋了。叶敦，哎，重点不是那个，重点不是那个。哎，哇！可以吧？哎，等下，他有没有写玩具银行？没有，真钞吧？哎，真钞哎。所以这不重要，丢掉。对，这个。OK。没有，来，恭喜啊！看起来怎么好像车子的头枕？虚虚的，这好像避光垫呢。你是干公司的避光垫？没有啊。鳕鱼，啊，惨嘛！进来是查某的兄弟，惨嘛！这什么东东？哎，下面还有哎，这什么？那是毛毯。毛毯，然后这什么？这是暖手包。哦，刚刚文哥才抽到一个这个而已。啊，这个有三个嘞，啊，个 Google 哎。哇，哎，真好哎。哎，真的吗？要不要卖啊？500卖你。500哎，500要不要？500好，是啊，来把鳕鱼的奖品拿出来。哎，哇，这是鳕鱼的物件，吓，来，鳕鱼抽下一个倒霉鬼。橘子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你看那一包橙子。等一下，什么呀？等一下，还有，还有一层，还有一层。来，你那里还用剪刀，它撕不开。
我要脱了，剪破了，剪破了。哎呀，这如果不看画面听那个声音很奇怪。你这样撕不开了，哎呀，我就撕啊，不要啦。这是什么？洗澡的保养组还有什么？有三个哎、欸。哇，你三个换三个哎、欸。哦。哎、欸，吹风机呢？哦，没办，哎、欸，吹风机。还有里面还有，这是洗澡的。哎、欸，生发水洗不完啊，莫丢啊。不是很需要的。啊，莫丢啊，别呼啊。来。他的礼物是很烂。我不知道 ，B 姐 ，B 姐要揭晓啦。亮竹啊。亮竹啊。不是要害你的，可是他的脸好像一副叉在啊，啊我在泡面啊，靠腰啊，不是真的是泡面吗？是一箱泡面。好，那不要开，不要开，不然人家不好搬啊。还有卤的礼品来了，哇，也蛮重的、喔，有点重，厉害的。谁？伴娘，哎、欸，厉害的啦，哎、欸，厉害的，我就叫你不要参加吧，搬个垃圾回家比较好吗？明天早上出来抽啊。很适合你耶，可是你现在要很适合人家，这是你的礼物哎，氧气人生啊，对啊，是你会喝的啊，人生无常啊，大肠包小肠，好了，换你抽了，啊，好想喝哦，是九马肉吗？看人家好虚伪啊，真虚伪，这真的是九马肉，真的九马肉，哇呢。有没有双头龙？九马龙和双头龙。哥，哦，是伟哥。哎呀，恭喜啊！看一下用哪一头啊？我觉得这应该不用猜吧。看感觉，不用猜，不用猜。啊、用猜了要现场试用哦。对。好，好了，来，这个鹿头是怎样？来，抽吧。阿珂啊、哦，我不想喝酒啊。可以啊，可以。那、啊、是什么酒啊？哎、欸，你猜呀，观众朋友们。你去买酒干嘛？买酒来送。送。哇，哎、欸，哎，蛮、欸、漂亮的呢。你是看他瓶子买的？哎呦，不错哦。不错哦。好，来，谢谢。好了，科P的，科P是用报纸包的。很微妙。很微妙。来，像谁？苏伟。苏伟。哦，你看，爱整个穿罗托里亚斯的，你看，哇，好大哦，哦，气炸锅哎，气炸锅，哇，哇，小米的，哇，砰，不要再吃啊，小胖，这个金，小胖的礼物，加，抽吧，你觉得你的礼物好不好？还好，还好，好完蛋，还好就完蛋了，谁？泰山，哎。你 是想要酒对不对？今天这我家应该很多哎。啊，你怎么你知道什么？猜的，猜的模型。哎、欸，有可能哦。啊小胖去打的金正公仔啦。我夹到。对啦。有我夹到。对啦，有可能啦。啊、哦。真的。小货车啦。货车啦。啊，谢谢。哦。泰山的礼物。泰山的礼物。谁？阿汉。阿汉。什么？这什么？微电脑多功能烘焙机啊！烘焙机，哎、欸，有了这个，你就可以当烘焙王。阿汉的礼物哎、欸，哇，麦当劳的纸，哎、欸，这有认真的包哎、欸，这可以选最佳用心奖了吧？对他用麦当劳的那个纸袋，你看他吃了多少麦当劳。谁啊 ？Winston 啊，就直接开一个就可以了。来，我们那个车顾问的 Winston， 对，这是来参加我们的尾牙抽奖活动。我来，到这里上。哎，还有灯哎，哎，看一下灯啊。做的，哎，我们公司很闲是不是啊？他妈的。哇，有钱花！下次我抽到，我要换1000块的。哎呀，这就放在你办公室了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我们再让他闪一下，换 Winston。哎，谢谢。哎，謝謝最佳用心奖，好用心、哦。这是最佳用心奖，包装真的他妈的正事不做。好，这是 Winston 的礼物。左董哎、欸，左董，来，我们这个永信车业的左董拆礼物啊，左董，哎，永信车业大家记得吧？我们去那边拍过影片，虽然三十啊，玛莎拉蒂，对，打电话给左董说要买，对，哇，哎，车业永信，哎，日本的嘞哈，哇耶，一名，菜刀啦。
刀，哇，菜刀，菜刀组哎，有五支哎，哇哇，小米飞刀，我操，不错，恭喜恭喜，谢谢，好，下一个，怡萍的礼物，哎呦，阿静，阿静，阿静。你用那个外国人士的口音讲一下，这是什么？这个你会满意的啦。这是什么？水晶灯啊，漂亮的，有味道的那种。有啊，我知道了啦，藿香的那个石头啦。哎，真的有香香的。有石头，不错吧？恭喜！太过分了，天天这样骗阿姐。哇，怎么那么小？这个刚吃麦当劳，这是肯德基的。我想这个长度钱还不够嘞。来来来来。阿呆，阿呆，我觉得你可能喜欢，你应该有需要。来来来，啊，录音带的行动电源啊，哦，还不错。好，来，阿呆的奖品来了，哎，来，阿呆的芒果，耶，这什么？什么？说明一下，这个是香氛蜡烛组，哎，芒果礼物。香囊金桃，阿阳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就是在床上滑手机有没有？它有靠枕，然后后面有扶手。哦，可以，哎，你会对不对？哎，充气的是不是？没有，它是免的，它只真空抽真空。哦，哎耶，好烂哦耶！这边极致了，你看，加油加油！这是我自己做的，这自己做出来的。小刘，小刘。汉克来，汉克，我一定要好好介绍一下。他采购，他每次要去，客人都要求说，你可不可以传你采购的照片给我？看清楚了，采购长这样，不要再问我他长什么样子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。给他多点画面，以后大家认得。封面。哎呦，我知道啦，标本，昆虫界的跑车。哇，对，我自己养，自己生，自己养。啊！把它弄死，掉了，然后把它钉起来，自然死亡之后再做成标本。哇哇！哎，很酷哎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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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OK， 来，等等，来一张，谁？克里，对，克里，配对成功。看起来是鞋子，哇，白色链，他去日本。可以比的，没有白色链子，是那个清酒吗？清酒，哦，清酒，熊本课长的清酒，哎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来，我们请丹尼跟钟颖出来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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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打来两个抱一下，你愿意无论生死还是疾病都要在一起？好，先开这个是中影的礼物，香氛蜡烛哦，加水的，加湿器啊，加湿器，加湿器。哇，哎，丹尼拿到今天的最大箱哎，我们这等下很难搬回去啊，我管你的，把它拆开。哇，什么东西啊？什么？卫生纸啊！等一下，有付红包，有付红包。啊，抽现金的时候又到了，基本上通通都有奖哈。我们的奖项这个第一大奖是66,000元，哇！然后第二奖是36,000各一名哈，啊，16,800一名，8,800有6个，6,000有6个，3,600有8个，剩下的呢就是2,000块跟电锅。我跟你讲，剩下其实没几个，但凡抽到2,000块跟电锅的，你今年他妈真倒霉。有没有信心啊？好，先抽电锅。哎，我觉得这个东西，这个罪我不想要担。等一下，我们请这个莹婷姐来抽一下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个电锅是富君啊，我们的协力厂，同样最倒霉的奖项，绝处逢生。对，我抽到的人都会最好运，但是奖品不好，运气不错，对不对？好，谁？丹尼。颁奖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啦！啊，怎样？怎样？减夫加码！不错啊！哎，不行了，哎，哇，太多了！没有比你的最大大了。哦耶！哎，妈的，哎，最小奖变最大奖。
小博大投入土著。一开始就这么刺激，谢谢，谢谢，耶！第一次知道电锅这么开心。所以是不是我们抽奖都叫来宾来抽奖？我们要念一下这个赞助厂商立威，还有我们的文哥、新传、新竹的 Smart 的同行艺能、顺安、元泰、泰雅同行朱董、黄记、阿庆、坚持，还有我们的车顾问郑宇、宏伟、Sandcoat 美容，还有这个乐乐阿粉、铁宝音响、上大哥。好，我们最后呢，我看还有几支签，2、4，还有6支签，我们有3个大奖，3个2000块，不是天堂就是在地狱，16800块，我们请巨哥来抽一下吧，谁？16800是谁？雪鱼，恭喜恭喜，我们现在呢？这里面的签有2个2000的，1个36000的，他要抽2支2000的，你抽1个36000的，别怪我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想听，你想听啊？你哎，老板娘抽一次，等一下，你报一个，他报一个，你再报一个，齐哥，2000元哦，还有2000的啊，别怪我了，玉仙。好，36000元。36000元。阿姐。哇！2000的林依林就可以下去了。来，36000，耶！最后66000跟2000元各一名，还没有抽到的请出来。现在大家在现场看到的这两名，不是2000就是66000。我们猜拳，赢的抽。赢的抽是抽的是什么？抽2000的，来剪刀石头布啊！剪刀石头布，赢的，现在抽出来这一根，他脸都没有表情哎，他不紧张，抽出来这个棒子上的名字就是2000块的，大声的念出来，大牌。明天他不会来上班的。来，恭喜！太刺激了。好，那这个抽完了，饭店的时间也差不多了。谁加码？小芳哪一间秀一下？来 ，CCT 汽车美容。哦，打蜡加度娘。好了，差不多5000块，差不多就时间这样。没有了，来，给你抽嘛。好了。先买生气啊！是，你都认识啊？又是他！没有啦，7万多而已，7万多而已，不要太紧张。他们要握手吗？你来，我等一下，我讲完。你来之前是不是在家打手枪？没有。他不敢握，他不要。7万多了。太屌了！来，左董，左董是看我们太刺激了，他要打广告，来，打广告一下，永信国际，我把它先拿起来，永信国际，好不好？来吃饭都没有好事情，被找来吃尾牙不会有好事情。左董加码，来，这下又是他是不是？伴娘啊！加码！你有钱？再加码！好，再加一包。左董再抽。刚再抽他不行了。问他抽了，机智。好了，好，谢谢。谢谢左董，谢谢。什么中午吃行最棒？永信国际。好，谢谢。还有没有加码的？没有了啊。好。希望今天大家吃的愉快，时间差不多。然后，这个今天我们在讲那个，这次清仓清掉了70几台车，加上原本我们卖的，那这一次的那个奖金30万的奖金，公司还是发出来，好不好？那个年终就没有了哈。
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哎，老板，老板，安怎啊？咱讲赞你痛啊，小朋友，哎，有什么事吗？你戴眼镜变小师了吗？小师不是这样吗？小师是一个优良的中古车商，不是吗？那你换戴这个试看看。哎、啊，老铁，我有没有保持力你保持身份地位啊？哎呀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哎，你小伙子干啥？哎，我拄好去做哈。哦，咱讲赞你，大概七七八八就好啊。哎，需要眼镜郎，很好吃呢。当然，小师汽车专属眼镜，请看下方链接，赶快去购买哦！你们这些穷人啊，想要装逼是吧？那就到小师汽车专属链接，有这个 Porsche 哥专用款，还有这个什么小师汽车的这个什么？哎呀，那车卖太便宜啦，那什么汽车啊？哎呀，我都买了高级车，也没买过什么二手车啊，好不好？反正买眼镜就对了，好不好？你们唯一买得起的东西嘛，咱们下次见啊！我的腊肠呢？哎，腊肠呢？我跟你讲，左等我们去拍过，对不对？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，就是这个以前哈，我还没开车行的时候啊，然后左等他们中秋都会办烤肉会，有没有？哎有。然后那时候我觉得哇，那好屌哦，为什么开中古车行要烤肉？我有一天我也要这样，所以知道了吗？才有我们现在的中秋晚会，我抄袭他的。你这股立马是怎么无办啊？哦，无啊，我这股无办啊，因为这样办真的蛮累的。就跟现在人家在看我们说，哇妈，买二手车还请那个舞台车是他小，真的是抄他的，好不好？这永兴国际啊，这个大家有这外汇车的需求可以去。好了，可以。我只是在讲这个而已。不好意思，我可以跟你握手吗？问了，问一下，访问一下。确定明天还会来上班吗？会，会。明天还会来哦。我看到你哦。你有什么感想？很意外。应该蛮爽的。对啊。那你打算要用这笔钱做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你还不知道？对。这样总共它是多少钱？你知道？你知道总共多少钱吗？六万六加五千。六万六加五千。七万。七万一，哇，发财了哎！恭喜。那我们现在访问一下阿呆。阿呆，你来公司多久了？四年。你知道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来公司的第二天我就去新车大展了。这个礼拜是不是新车大展？对。然后暌违四年半嘛，所以刚好四年。哎呦。哎呀。阿呆，你觉得今年啊，在我们小师汽车的频道，你觉得最有印象深刻的是什么事情？就是我帮槟榔城报了走中奖，我以为会中，然后结果没中。我槟榔城至少有报了三个吧，就是短影音的部分。对，短影音。可是都没有入围，都没有，一个都没有。可是我们短影音流量其实是很大的。对啊，现在大家都只认识槟榔城了，没有认识小师了。小师可以退学了，槟榔城接班。如果你要说我最有印象的，应该就是我现在在剪的店 S80。为什么？因为那台车拍了两年。对，我跟。所以是从我进来的时候就开始拍。对啊，陆陆续续一直拍，然后累积素材。因为过程我跟巨哥都懒，所以。就是插别的车进去，哦，他就停滞在那一个阶段，因为巨哥不太会那个车，所以我们就是边研究边修。然后我现在在剪，我真的觉得头很大。好啦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访问下一位吧。今年有什么好玩的事吗？你觉得？我觉得今年比较好玩的应该是槟榔城开始出来吧，因为去年的话应该短影音还没有那么多，所以今年的话开始就是有推一些短影音，那短影音的流量比较高，所以就比较多人看。是不是觉得正片可以不要拍了？因为拍短影音过程很快，还蛮有趣的。对，过程蛮有趣的，就是但后面就不是很有趣，剪那个很痛苦。那你觉得明年我们有机会再拍类似像槟榔城这种吗？你说 Porsche 哥吗？类似啊，或是 我觉得 Porsche 哥是一个蛮不错的主题啊，因为我看那个什么开康前面在介绍那个什么大包那边很蛮好笑的、啊，老家寄来的，还有那个刚刚赚一下，他不是说要赚个钱，存好了，蛮好笑的，蛮好笑的、啊，我是笑蛮久的，所以我觉得可以开发第二个人物应该蛮有趣的啦，如果老板愿意的话，就只怕他精神分裂而已，毕竟。这样很累。好啊，那就问下一位吧。下一位，阿哲，嗨，你现在来多久啊？应该大概八个月吧。那你觉得今年有什么好玩的，或是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？因为我比较多去跑新车的那个。哦，新车丹尼嘛，就蛮酷的，因为就是没有参加过这种记者会之类的事情。你觉得明年你有什么展望吗？就是剪片的节奏，因为我真的好像前面都没有学过一些剪片的东西，来这边才第一次尝试剪片，然后很多人节奏啊，或者上字卡的，我觉得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好，我们去访问别人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耶。Yeah.
接下来访问柯P，你对未来有什么展望？在公司一样啊，跟往年差不多啊，大家都平安快乐这样，快乐是最重要的啊，大家都是平平安安，大家有很稳定这样就可以了，不要给我出什么大包这样就好了。希望大家新年快乐，赚大钱。啊，龙年有什么祝贺词？龙年哦，龙年就是新的一年嘛，希望大家跟龙一样，真龙活虎。也是。好，祝大家飞龙在天，新年快乐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然后心想事成，大家新年快乐。有什么可以访问的？没有访问啦，我跟你说声谢谢啦。谢谢我，就谢谢你今年的帮忙。S80 哦，我S80是用很久，你有没有讲一下 S80？ 用的很累。你今年你有没有最印象深刻的？就 S80，真的就 S80。从前年到今年，就那一台车印象最深刻。S80是一部分一部分慢慢用，然后问料呢，料又没货，绝版没货。最后真的绝望。你知道我们两个坐在笔电前面看原文的说明书吗？重点是看完之后嘛，转过来一看，我们对完全不一样。我们多了加两根管子，我们多好几根管子，拆法也不一样。对，祝各位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，身体健康最重要。泰森，你对我们频道今年的看法是怎样？隔壁转播室好无聊啊。那是谁的问题？我的问题啊，就大家不是都想要题材多元化，可是那些流量好像都不好、欸。流量都蛮……我讲我的理论好不好？你的理论是什么？我们开始拍片就一直局限在汽车，大家已经习惯了。所以我觉得让大家慢慢习惯了，我们有别的东西，但他们要习惯多久我是不知道了。但是今年最有印象的一支片是什么？我最有印象的是大概就是我的车考了半年还没有好。我来跟你跟观众讲个祝福的话吧，大家明年也请多多指教，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嗨，阿呆主持人，那个一年一度的访问时间又来了啊，今年有什么让你头痛的事吗？比如说那个毛毛很吵啊，然后小董不听话之类的。没有，今年反而我觉得在后半年，我觉得是让我也比较有时间休息，因为他们都已经上手了，我觉得很开心。但是就是希望我们明年的车市啊，因为年底好像比较不好，然后想要明年可以，也就是希望公司可以还是稳稳的这样子，然后也有新的发展，就靠你们了。我想问一下，我们不是在清车吗？对，我们到底清了几台车了？哦，我们总共上架有90几台哦，近100的样子。然后有卖掉的话，大概预估有60几台卖掉的，目前哦还会继续。所以老板终于狠下心来，要开始出他的那些。对，因为讲了好几年了。对，终于我说今年终于有在动。没错，因为你车多，你就要一直找那个、找停车位、停车场什么的。啊，那你最后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个祝福的话吧。一样，每年都要祝福大家，财务要被祝福，要兴盛，然后要大家要身体健壮、健康，祝福那个我们频道的所有的观众朋友，谢谢。问一下啦，你来多久了？我来2年半吧。一年半载啊？不是一年半载可以说得完的。哎、欸，那你今年有什么有趣的事啊？应该是中秋晚会，因为第一次参加就是公司对外的大型的活动。你说上台表演很有趣、啊？上台表演也很有影响啊。你希望明年再来一次吗？可以不要，先不要，看看老板安排啊。如果老板需要我们表演的话，我们还是确定赴汤蹈火。你这么屌、哦，一定啦、啊，领他的钱，当然要帮他做。祝大家2024年龙年行大运。新的一年祝福大家龙年行大运，都可以买到自己想要的车子。祝各位观众龙年行大运，行大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可以跟观众自我介绍一下你是谁吗？大家好，我叫郑仲祥，然后我入职至今应该半年左右，然后是第一次参加小时的。尾牙，那你觉得好玩吗？我觉得很好玩，就是能把交换礼物玩出另外一个境界。所以你抽到什么？我抽到车用吸尘器，还有一个101中狗的收纳包，算实用。啊，你入职这半年，你有遇到什么好有趣的事情？最印象深刻应该就是这辈子能开到大 G， 我大概开了大概800公尺左右，已经达成人生成就了。真的假的？啊，你觉得爽吗？当然爽啊！5.5排量 V8， 明年的展望。我望应该就是车辆基本维修上，就是能学到更多东西。那就祝大家龙年吉祥，然后大家事事顺利。大家好，我是新进人员阿杰。你来多久？
才半年，现在是做我是负责试车，然后跟主管交办的事项。哦，那你在这半年你有遇到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？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有一次帮客人换第三刹车灯，后来被客人反映说我偷他尾翼。偷他尾翼？对，他说他调包他的尾翼。最后怎么处理的？最后是他进去讲，就去跟他说，他说你偷他尾翼。对，印象深刻，大概是这件事情。祝各位大家明年龙年行大运。然后开车注意安全，身体健康。然后注意尾翼不要被偷，注意尾翼不要小心你的尾翼不要被偷走。大家新年快乐，三宝退散。可以帮我自我介绍一下吗？大家好，我叫鸡翅，希望大家这个龙腾虎跃，龙马精神。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新年快乐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希望可以龙溜达一整年。富盛哥，我可以访问你几个问题。可是你这样现在这样算小时汽车的员工吗？不算吧，我算是小狮汽车的寄生虫，因为我们寄生在小狮汽车里面。那你寄生多久了？大概我三年有了。对啊，因为我们从平台研发到上线就差不多快三年的时间。那你对明年你有什么新的展望？明年哦，这车顾问不要倒闭啊，不要倒闭，可以撑着就好了，可以撑着就好。就这个愿望这么的短浅吗？对，短期就是不要倒闭。那你那个交换礼物你收到什么？我收到这个啊。哎、欸，这个超屌！我跟你讲，这是史上最屌的一个礼物、欸，还可以开灯，这真的超屌。对啊，这到底怎么花嘛？我问你，你会花吗？我不会花，很酷哎、欸欸！而且重点，竟然是从的看起来好像平常好好讲话哦，平常都很忙的学长，大學怎么会有时间可以做这个、哦？真的是太有心了。祝大家龙年都行大运，赚大钱！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会继续努力，给客人更好的服务。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分享、多点赞，老板摇屁股摇得很辛苦。好、谢谢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。哇，赞啊！哎呦。Oh.汉哥你好，就每一年都一样嘛，大家都已经看到认识你了，还需要自我介绍吗？有，好，因为我现在主要都是在顾车，可是很多人常常说，哎、欸，我常常没在影片看到你，但其实我是无所谓，我就没差，那不是在工作内容嘛，工作内容就是把车看好，那我觉得那个不影响。那你主要在公司都是做些什么职务呢？现在主要是顾车啦，然后还有就是车辆的品管打杂、啊，早上来开门，晚上关门啊，盯一下大家。应该还好啦，没什么要盯的，大家都那么大，都自己知道做什么。那要那个说明一下你的年资吗？小孩如果今年六七岁，应该八年吧。哇，八年应该是公司前三资深的年资。对，我要继续问你问题。今年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？ 对，没错。哦，那个有一台车，整车全部都是狗毛，毛到原本我在想说应该直接叫一件来换，对，但后来发现其实拿下来可以清啦、啊，对，还是有办法洗啊。有狗尿味吗？我不知道狗尿味是什么，我平常不会去闻狗尿、好，而且我自己没养宠物，反正就很臭啊，就不好闻啊。所以后面有就是顺利完成，还在清。那个明年你有什么期望？一样啊，公司顺利发展嘛，赚钱嘛，这才最重要的嘛。对。好，谢谢阿汉，辛苦了，新年快乐。嘿、hey, ，小五，来来来，那就既然堵到你了，然后我要来问你几个问题。大部分都是做什么职务比较多？车辆的美容准备有车辆已经整理好了啊，我们要进行一些外观的整理、内装的清洁啊，甚至有些要进行一些修复，这样子让它不要那么难看，这样子。了解，那应该美容部有很多故事可以讲。今年对，今年你在美容部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？有那个奇哥回来啦，奇哥回来美容部了。哦，当美容部组长大这样。哦，很棒，升职这样。那你希望美容部想要有什么设备，还是有什么样的改善？哦、你这样讲话，我只希望美容部的空间更大一点吧。哦，为什么？位置有时候不够用啦、哦，对吧？因为有些车子不是说回来就哦可以马上出去干嘛，没有，有些就是整个卡在那边这样子。好，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好不好？新年快乐！谢谢小五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 Dash S 3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。